快走快走盖成的小木屋，你知道这面墙这么多僵尸，我怎么活下去？不行，我们一定要活下去。我们需要更多木头，木头。慢，等一下，我算一下总共要几根木材。小木要24片啊，一片要5根的话，我快没子弹了。数学不是我的强项啊。
我操！让剑圣，干！小心！你干嘛、啊？我刚以为我变僵尸。白痴哦、喔，你也太认真了吧！明日之后的第一个末日，你想和谁活下去？是朋友、家人，还是女朋友？啊，抱歉，我忘记你没有女朋友，但你还是可以和单身的朋友们杀僵尸、搜资源、盖房子，大家一起用力的活到最后。明日之后，下载不用钱。是我打到了，好不好？我要玩。啊、僵尸！我不是僵尸，我小孩，那么多僵尸，一个人玩很怕。几岁了，怕僵尸、啊？我九岁啊！我要玩。僵尸！影片结束喽。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记得一定要订阅《夜市特工》。很多观众都是那个外国人，英文讲得不太好，那就请我这个很会讲外国语言的女朋友。Marina, 来帮我讲一下。If you like our video, please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if you like our video, please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if you like our video, please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if you like our video, please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